1961年，逢甲工商学院在地方士绅奔走下于台中大坑创校。次年，萧一山董事长、邱念台董事等人邀请高信先生接掌学校，迁校西屯县址，开启逢甲大学筚路蓝缕建校之途。建校之初，交通不便，仅矮屋两栋，物质条件相当艰困，没有围墙，不知道学校界限在哪里，没有校门，到处可以出入。谢金华校友说得最为传神，一切虽然简陋，但我们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校舍。邱茂德校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高仁言先生曾说，一切都自力更生，勤奋节俭，积小成大，积弱为强，自然一天一天挺壮起来。逢甲创校初期困难重重，待遇环境都不尽如人意，经由高信、张希泽、廖一鸣等前后任校长积极延揽，网罗才俊，许多名师情谊相挺，不计酬劳，严管勤教，为逢甲培育无数优秀人才，在社会发光发热。学校在困顿中成长，凝聚了共体时间的特色，强化了勤奋踏实的信念，尤其对师长的敬重，同学间情同手足，这种革命感情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。历任董事长、董事、校长及所有师长秉此精神，以有限资源无限发挥，量入为出，兢兢业业，同历沧桑，共创未来。而今黄宇巍峨，高楼结笔，忠勤成笃，校训见证了逢甲人的荣耀。经过大同
前先烈志之士同胞国家富而强，我想光大永无疆。Thank you.